十月份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也特别。对对对，不仅仅是你的生日月，而且还将迎来你的第三胎，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？对，第三张专辑《梦不落雨林》《Nam Nana》马上就要在四天后还有五天后和大家见面了。哇，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啊！那同时，我们的剪彩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还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呢？希望今天。对不起，因为我现在头脑里面真的是有点，就是有点晕晕的，转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希望大家今天都是，每个人都是非常愉快的一天。是的，非常感谢玉馨的祝福啊！那么相信玉馨呢也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剪彩仪式，那就赶快来满足你的愿望。稍后也请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店铺内去感受它的巴黎型格哈。对，我听说这个店跟一般的小卖还有小卖的卖场还有一些不一样，是的，还蛮期待进去逛逛的。好。